大家好，这里是戴戴。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，因为最终一些植物大招非常的类似，结果植物的大招基本上都是把自己包起来，坚果、榴莲、高坚果、原始坚果都无一例外的是这样的大招。防御类植物用大招加强自己的防御，合情合理啊。合情合理是吗？放着坚果能够炸掉丧尸伤害，我巴不得他早点炸，可是他的大招也是套盾。还有另一类分裂类大招，象征性的是巴豆、土豆雷、原始土豆雷，还是合情合理是吗？是的呀，分裂的越多你越赚，血赚不亏的呀。那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，潜伏芹菜作为一个近战植物，它的大招也是分裂？哎，这还有投手类植物，投手类植物的大招绝大多数都是一次性发射超多子弹，比如卷心菜、玉米粒投手、迫击炮。其实这类大招并不仅是投手的特权，像香蕉火箭炮、胡奇冰仙子这些植物也都差不多是这样的大招。小伙伴们，你们有没有发现 PVZ 中类似于这样的规律呢？欢迎评论区弹幕给我留言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